하게 했습니다. 얘도 사포 개인인지 몰라. First blood. 자, 이 부분은 어딨습니까? 我跟你讲，说到就是我去替你吃这个就行了，你知道吧？哥们儿往前顶，他就，嗯，但是我不自信，我要自信的话，早就不拖他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只是最稳定，你知道吧？这波血不会掉这么多的。他没治疗，没治疗，没虚弱，要不要磕掉血把他越了呀？就能往下刷的。我给他拼一下。 没虚弱，没闪。阿古尼，他也死。OK， solo kill。我血还好。牛逼，点了又打不过 TP， 真他妈狗屎作业。没事，无所谓。你刚才要是进化会能杀上吗？我这也差不多。我跟你讲，那个谁会在的？那个叫什么？酒桶在的。 不好越，哎，就在这，哎，跟他打，跟他打，跟他打，兄弟们，跟他打，跟他打。他一走不就完了吗？怎么打呀？帮你打慢了，可以给他打，就帮你进去打就行了，进去打。来来，别，这三个兵吃了，我们升三级，别急，速速速，我们升三级了，对吧？打，别怕，老子说了打。 回血，我操！没事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没事，他死了。哎，我是不是该 K 啊？感觉捏一炮人就起码了。别，哎，不在的。哎，那个位置疼。就啊，这不知道了，这一直。不是那个位置应该是 Q 不了，应该是 Q 不了，应该是 Q 不了，越不了。我可以这样子吧。 没进。所以的技能已经这么鸡巴歪呀！放出来。嗯哼哼。我可以 Q 的，应该可以 Q 的。怎么说？哦 ，sorry， 可惜。 啊，玩不了，我应该能引导出 A 到他，哎，死了，这不还有 Q 吗？一开始，现在才好，一开始没好的，我 Q 空了，我一开始 Q 空了 ，Q 空的太慢了，还有一波线，还有一波线，还有一波线，哎，这边打野啊。 他们都有状态，干不干他？我死了！操！有小兵，要不应该是我把他再 Q 一下，然后再死。你在核干锅吗？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打不到。 我想越了，你能杀了人能升六吗？你要能升六，我就可以越。杀一个零到六。那OK。我一个拼到六。不够。我得能 Q 到人，我 Q 到人就随便杀。我一半，我得杀两个，不行。算吧，我拼的。哎，我没动了。 没事，我的拉扯，黑他呀！不是你在干嘛？你妈的，你要 A 就早点 A， 要么就别 A 了呀！<笑>不是你这什么操作呀？我真的感觉我想拉一下，你把拉一下之后，我再 Q 他。你他妈拉一半又不拉了，<笑>那干他们一波中路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他应该是憋死了吧？他憋死了，不用换了，不用换了，他死了。破龙，然后也可以。龙龙在上，龙龙在上，在上的，在上。交给黑塞之谜的。感谢留言。哎，这谁是留言？我操，他也在这里面。他也在这边，拿个死光炮呢。这里，不在这里，在这边，在这，对对对。没打龙啊，这把没有中。哎，要不再下一波这个，再下一波这边去吧。我上动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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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动龙吧，别抢，别抢他了。挡挡龙会好点啊。这条下来我就 Q 他，别掉，拉出来拉出来，我拉不了啦，我帮你 A 一下，叫我点燃换个干锅，你那样子撞的话我是按不了干锅的，没事我刷两个 OK， 赌练正在途中，我看一下都有人给你往上，这把也得水银行，要不给你按不出来劲的。你控龙，这把如果想赢的话，龙魂是最好的，龙不龙魂最稳定的。一个人有一道墙。哎，我帮你吓唬他们。没跳了吗？我没来啊。我瞎了个眼，把他吓死了。等我，等我吃完奇异知识，再走来，再来个水银鞋，再给你走个那个什么军团。你就是顿顿流，知道吧？给你套满。他飞了，但是时间点不太好，飞进。我十秒钟大，他走进去了。好，梦烟有大，这边是梦烟加安妮，梦烟加安妮。哎，我觉得这位置有点危险，帮我 A 一下，这里帮我打快一点。别，我这里我想打的。哥们儿想开，我想开。哎，你妈，我闭闭吗？啊，你的干锅第二次控制给我，我自己出去。有人？没人。没得，小丑，慢点，先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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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00块钱。啊，先分。你这次你竞赛就玩的稳一点嘛，你要不竞赛我们就这里就越卡了，我就带着你直接冲。哎，我要吃果子，慢点，我要吃果子。你那么急过去干嘛？不是你那么急过去干嘛？你等他回来呀。他等谁回来啊？得有人回来呀，别过去啊，只有我在左边有我放的针眼呀，为什么过去看一眼呢？哎，是不是脑残啊，老子是不是有人二到了，什么鸡巴等他回来。这里这里。知道吧，我们慢慢打就随便赢，但是很着急的打就会很易输。
我要吃红，你看，好了，上了，死的有点慢。 我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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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咽加气就是。我可以做传送门来，但是需要点时间，10秒钟吧。哎，下路，下路，下路！我可以传送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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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传送门。 你会怎么会按一个有盾的梦魇啊？他交闪了，我 Q 按的，他交闪了，他不闪，他起来了，你知道吧？是他交闪了，所以我 Q 的是你妈那个逼酒桶，你知道不？这梦魇是在这地方原地被瞬死的，然后酒桶这边我在等你们流，这哥们是在原地起飞，他你妈直接闪跑了。 哎，他能不能去吃上线啊？今天一老公，我想先吃哦。来留他。在这里，在这里面。 我说实话，你在这里面，我，你大龙不了。你还有干锅吧？有。我肯定有干锅呀。哎，我被飞了。 你在哪里？我在大楼下面，我闪下来了。操！哎，这里。可以杀他。我得卖你。哦，卖了。嗯。哎哎哎，得走，得走，得走。这有 N 的。得走，得走，这波拉走就好了。坏了，我拉不走了。 他有纹上部不是用了大吗？他上部大招没用出来。要我救护驾，我觉得护驾，我觉得护驾，我觉得护驾，那就轮护驾。我撞人，太雷了！他睡倒他了，抽他。什么都看不到，酒桶都。我撞酒桶，撞酒桶，我撞酒桶，我撞酒桶了。先杀一个，我可以撤的，我给你干过加血了，我干过给你解了，我用了。大了吗？ 怎么打他？但是也，你说实话不太好打。我去拍眼，我拍眼，我拍眼，我拍眼。AD 没进化，我怎么没一把？我要。别来打楼啊！我别，我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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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龙，我毙了，可以大龙。他飞了，他飞了，他飞了，他飞了。 我没闭，我取消了。我看不到。啊？就是潘森飞到人群里面，装神经病去了。哦，你说潘森飞了，你是不是脑残？对。我呀，飞了，谁飞了？我以为你看到这是潘森飞到对面四个了。你傻逼！他为什么要飞啊？我怎么知道呀？这不是他那个大龙的呀？ 你在你妈当乌龟，你草里当乌龟。老子在睁眼的草里。来来打河蟹，来打河蟹，来打河蟹。我以为你说有人坐船，这我们飞了。我以为对面的人飞过来了。你们家的这么应该能逮到个人。我哎，不是跟你讲，能逮个人，逮个人，别急，但我不知道逮谁。看我。啊，我操！我了。有很多人，有很多人。他把他秒过。 慢点，慢点，队友要慢。这条先推中心。好吧，这边一个。别乱开啊，对不起。
I know. 别偷的！哎，中路，应该是中路。我 A 了进了什么？我 A 了永恩。哥们儿没死，我没干锅，哎，中了，没死。他没盾。他被我骗盾了，大龙，哦，来，可以强开，有人没大的，他有大了，他活了有大，够了，我的大都好了，他活了有大的，但是我们可以拆掉，还在往上跳吗？先跳吗？马上！哎，哥们儿，怪你，我他吃了个那个什么？有人会回来的，这里。我操！好帅！他们的操作好棒，我们的操作好垃圾。动吧，直接动吧。哎，他刚好被定到了，打完了。哎。我操！我感觉他 BE 了，要不我想闪现 Q 了，我那个位置，我那个位置我真敢闪现 Q。我好慌呀！我他妈闪现 Q 感觉赢了。不行，我中路在小红线。我看你吧，我在你后面。他春哥要等你春哥。我没有春哥了，春哥卖了，我不要春哥。OK， 最后一波了。我找金火杰上了。就是那种比较好的位置，我就上。能开酒桶，我知道。我尽量，我找他位置，我找酒桶安妮位置就行了。开酒桶是最好的，安妮我不怕，我有手机，安妮就是最炫。哎，能看一下吗？别！没事。哇操，他应该起来了。感觉不行啊，一瞬间没了。老子要出事。我在边上，拉我们。没事，别急，他二的喷射可以打。我要来。看我。这边的。OK。我操！看线，好，哎，看线，我操！我操了，好鸡巴难赢呀！他们只有欧影我的，他们开翻身。没有，安妮没跟上你，你知道吧？安妮跟上我有鸡巴用啊！他最后开到我留下水银啊！他一群人我反手二零水银一接， okay. 他们不就全死了？那永恩大的你梦魇，也没大，维鲁斯也没大，全没大。我说句实话，很难给你放这个干锅，就是要么我瞬秒，要么你瞬不见，就天还是黑的。我肯定要自己出去。开头。你妈还飞我，牛逼！举报了，把这个傻逼潘森给 report 了。真的累，爸爸这么烂，就我感觉韩服是不是也有 O 机制啊？爸爸拍他妈一堆烂子，真的爸爸血色才能赢，好恶心啊！